好，大家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李西法刘啊，我今年35岁，我的身高155公分，我的体重52公斤，我结婚了，我的老公是农夫，我有2个小孩子，我信仰佛教，我高中毕业，我从事教娃来，我要工作几年才要结婚，3年照顾阿妈，阿妈70岁。阿妈没有生病，还要照顾小孩子，2岁，从2000到2003，我也是去台湾过照顾老人家，从2014到2017，我照顾阿妈，阿妈还会走路，我帮忙带阿妈去医院看医生，我会煮菜、煮饭、煮汤、煮稀饭。我想去台湾工作，因为我有赚钱帮我的家人，谢谢老板，谢谢呆呆，再见。